范师傅带领今天要展开第一场的全球连线读书会。现今科技的发达，马来西亚与台湾虽然隔着千山万水，大家在线上聆听德凡师傅分享净思法水妙莲华续品导读会讲义，都是依训正言上人讲经的方法去研修和结集上人的理念，让人听得懂也能做得到。说的法的东西我也不是很懂，可是刚好那个德凡师傅也是有说到，说就是要用心去听，才会有进步的机会。所以好像法我也是听不懂，我也不是不明白，可是他说这是就当作是种下一个因哦，就是种下一个因，然后下次有缘的话，就是就会有因缘了咯，然后以后就可能就会了解了，就会了解，然后会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这样。看着荧幕上德凡师傅的分享解说，慈济志工都把经典记录下来，导读会后大家分享心得。虽然同一个视频，但每一位所聆听所领悟的含义都有所不同。我们最重要是要内修，内修修到我们那些习气啊，就啊怎样讲 get rid of 我们的习气哦。所以当我们没有这个贪嗔痴傲慢等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懂得怎样去知足感恩善解包容。那我们一面做一面修行，这个是一个很方便我们的法门哦。而且在慈济方面呢，其实上人在做很多方便法门给大众来了解。你看我们的经章，除了书本，我们有戏剧，我们有经章演绎，我们有歌曲，这种都是很方便很容易在人家的身边把法传出去的一个方法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行、住、坐、卧、无不是修行，用心走过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真理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冯丽希报道。